忘记了哎、欸。哇塞，大家好不好？好棒，是啊，今天问一下所有朋友们，你们是来看谁的？是要恭喜您成为大家最期待能够给大家姓名的一个人。很开心，因为我以前的学校在华冈艺校，然后常常必须要徒步走到文大这边、哦，所以可以站上这边的舞台，我很开心，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歌手的感觉。对，确实，我想不管从任何的角度、从任何的形式、从任何的方式，其实成林在这个演艺圈当中的努力真的是不容小觑。更重要的是，谁能够集广告、主持、戏剧、歌唱都表现淋漓尽致的大声告诉我他是谁？太厉害了！尤其今天是特别带队的方式。对啊，这是你在校园的第一次。校园的第一次。校园的第一次啊，各位啊！以前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跑校园了，那之前跑校园就是带卡拉嘛。那我觉得因为其实累积的表演经验越来越多，然后又开始在筹备演唱会，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表演是比较接近演唱会的表演，是，但是当然演唱会一定是很棒。对，这次成立的《恋爱偶成立》除了《想幸福的人》这张专辑受到很多朋友们瞩目跟喜爱以外，前阵子台刚有一个建功改版，哇，超精装的。然后呢，整个风尘仆仆宣传结束之后，接下来开始是筹备香港演唱会，在12月份。对，在红磡体育馆。对，而且呢，原先的场次马上秒杀掉，马上就加场，10月14号又加了一场。都卖光了。都卖光。其实我们最期待的是，我想问成林，既然从红磡出发举办你这次世界巡回，会回台湾吗？明年中之前我会回到小巨蛋，你们会来看吗？会来看吗？下山吗？下山来看我啊，各位山上的朋友。是，超可爱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多多支持，让成林这次带着所有朋友满满祝福送给大家最大的能量，就透过你的演出，透过你所有一切的形式。当然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在学生生活的时候可以过得很开心，没有错，然后希望你们今天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好不好？是呀，成林可以说哈，因为我认识他是从你当时团体就开始到现在，从封印了到现今，我一直认定就是那位叫做 Randy 的那位可爱女生，她不是可爱，她好会唱歌哦，真的好正，对不对？更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要证明是成林这几张专辑，我更听到成林的唱功。谢谢，我就是最近故意剪刘海，想说要上校园了，我要接近学生一点。哦，很多人都说我好像18岁。18岁哦，告诉他，他错了，他错。17岁半。是，今天呢，我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成林为了今天他个人第一次带队在校园做演出，有帮文化大学同学准备了一段 special。非常喜欢的歌，而且是难度很高的歌。自己选了一些自己很喜欢的歌。是。那我当然也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歌声，让大家也喜欢这些歌。是。接下来这首曲目就要送给所有朋友的见证，我们来感受这些好歌，同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作品。当然，更重要的是，请你再度用你的热情、掌声、欢呼声、尖叫声，让